高雄市今天公布新增 COVID-19 确诊个案，本土2929例，境外移入12例，整个盛行率来到了 17.12%。 我们综合研判社区的疫情，在各年龄层的部分全部都是发生率向下的趋势。那各年龄层的确诊人数，我们以65岁以上的这个为例，那看起来昨天也来到了400例以下，为387人。我们依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公布，那调控 COVID-19 的医疗准备量能，目前负压隔离病房以及专责病房总共1727床，空床率目前来到了 64%。 指挥官陈其迈市长也提醒，落实打疫苗、戴口罩、勤洗手是现阶段最有效的防治策略。在假日外出从事餐饮或休闲旅游等活动，我们请务必留意戴口罩、勤洗手、维持社交距离。返家后要立即洗手、洗脸、换衣服，再接触家中的幼儿或长辈，以有效的阻断家庭传播链发生。在今天，凤山大东捷运站首日接种 Novavax， 开放市府预约系统，约720人，上午报到率 82.5%。 也鉴于国际间 BA4、BA5 变异病毒株的盛行，提醒符合第四剂接种对象的市民朋友，包含机场港务工作人员、航空机组船员以及居家检疫工作者，包含防疫旅馆工作者、防疫计程车、罹干事以及第一线的员警，还有消防119人员，或者18岁以上尚未接种1到3剂的民众，如果要接种 Novavax 疫苗，可进上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全球资讯网站，查询各合约医疗院所接种资讯，也可进上高雄市新冠肺炎疫苗接种预约系统。截至目前为止，65岁以上长辈第四剂疫苗接种率约 24.3%， 全国平均是 20.3%， 略高于全国的平均值。但卫生局仍提醒尚未接种的长辈能够自行前往社区合约诊所或者是接种站施打疫苗。7月31日以前完成第三剂或第四剂疫苗接种的长辈，可领取700元礼券及2支快筛试剂。我们提供的疫苗包含 AZ、BNT、高端、莫德纳，还有 Novavax。卫生局也提醒，确诊个案如果接获确诊简讯2小时之后，可请亲友或是同住家人，包含步行、自行驾车或者是骑车，戴好口罩前往各区得来处领取关怀包。以上人员必须要不是指定个居家隔离对象。领取时间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从7月11号上午9点起，部分行政区得来处地点改至区公所一楼或区公所附近的空地或广场。请欲前往领取关怀包的市民朋友，可先洽询38区生活关怀专线，或进上高雄市政府全球资讯网查询。以上说明。